在圆圆会中到处问候关心的赵约瑟，他是孩子们口中亲切的牧师爷爷，也是社区民众的心灵导师。而把欢乐与温暖带给大家的背后，他与妻子李儿春可是走过一段披荆斩棘的历程，坚持为社区谋福祉是他们当初唯一的信念。教会就是社区民众的第二个家，为了这个大家庭而努力，再多辛苦也甘之如饴。一路走来，他们的努力也获得肯定，最终也成为大家所敬佩倚重的社区领袖。欢迎收看《真情部落格》，我是金玉。我们一般人大概都没有办法去选择要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有什么样的父母亲。即便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伤害，但是还在孩提时代的我们，大概只能够默默地去吞忍这在周遭所发生的一切。但是长大之后，我们倒是可以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呢，沉溺在过去的苦痛当中，做一个郁郁寡欢的人，亦或是勇敢地站出来，让自己成为可以帮助别人的人。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来宾，他选择了后者。在社区当中，他是受人敬仰的前辈与领袖。我们欢迎赵约瑟赵哥。赵大哥，你是跟养父的姓，对不对？是。其实你对你的亲生父亲好像是不太有印象，为什么呢？因为我小时候在庆建刚长大，那地方很多的军人，那所以军人在那个地方他们会有一些的娱乐，会赌钱。那在这个地方赌钱的时候，我妈妈也会在参与其中。赵哥，你的印象中的父亲灵性什么都不太记得，但你的印象里面有没有那种很残存的片段记忆？大概印象是大概四五岁的时候，我们去年刚有个电影院，他会挑着我去那边卖水果再回来大概我印象就有这样一个片段，其他大概是没什么印象。所以我的父亲姓什么，他们有没有兄弟姐妹，其实我完全不明白。你还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某一天，而且是三更半夜的时候，爸爸曾经想要把你留在一个叔叔的家里头，然后你很害怕，所以你就开始大哭不让他走，对不对？这个印象是很深刻，就是说，这也是回到我们后来发生的家庭的一个变故。那我小时候，我父亲就带我去，就是一个朋友家里面，那半夜他就准备想把我放在那边，那隐约他师父要把胶带把我拖在那个家庭。那天大概心里面因为太小了，没什么印象，所以总觉得好像爸爸要离开我，所以我就不愿意留在那个地方就哭。那当我在哭的时候，我爸爸就半夜就带着我从去年刚走到我住的地方。我的父亲一定知道我的母亲，其实因为在那个赌博的场合常常会有一些状况，那当然男女的关系会难免会发生，所以我的母亲也因为这样子，我的母亲好像就跟一些，我印象当中就是一位军人，在金门，因为那个时候是我了解是一个好像一个戒严的时期，所以金门那边的一个军官好像他来到我们家晚上，就是我父亲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他们就打架了。因为那时候很小，对这种事情不是很明白，只是知道他们打架，那造成整个邻居但就对我们有点看笑话的感觉了。所以那当然这后来就事情就发生，就是我的父亲就跟我母亲常常有冲突了。可是五岁的时候爸爸突然就过世了。其实那天很特别，就是妈妈说要带我们去，我们住在台中嘛，那所以他说要到台中的那个台中公园，那是台中公园很多人去玩的回来以后就买了猪脚跟花生在炖猪脚花生。等到我出去玩回来，我就听到家里面很大的声音，有一些状况，妈妈那边哭啦，爸爸就吐白沫了，我才知道说我的父亲好像有问题。后来发现是被毒死的，对不对？是是是。但是一旦发生这样的一个就是解剖出来的一个原因之后，大概周边，因为他就会变成形成一个刑事案件，对不对？妈妈就被抓了，就带走了。带走以后，我自己也因为那时候都小，所以其实我也跟妈妈一起在监狱里面有一段很不长的时间了。那终究是因为我没有犯法嘛，
所以后来也就想办法就就请我的养父来收养。所以我现在姓赵是跟我养父姓的。我在这个事情的发生的时候，因为我是孩子不明白，养父先把我找来告诉我说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所以他就找了检察官来问，我也照着这样讲，因为我们小孩子完全不懂。所以这讲了以后，我在相信一定讲的对这个军人很不利的一些事情，所以就因为既然小孩子说，那他一定可能就相信是这个事实。所以我听说是他很快就被枪毙了。那后来我自己慢慢的在教会里面做一个全能医治的时候，我就回想到原来其实我曾经死过一次。因为我后来我就知道，因为我养父其实跟我妈妈是有一些关系在，那不然怎么他愿意来收养我。那再来就是我曾经他有大概有问些什么东西我讲了，所以他感觉到不够安全。所以那一天我们很特别，我就印象很深。其实我们在青年岗那个地方以前老式的有一些澡堂，那不需要跑到骑着脚踏车大概骑了30-40分钟到一个比较郊外的地方，一个河边去洗澡。其实那一天我的养父其实要带我去洗澡是准备把我淹死。那因为那一天他洗一半的时候他把我压到水里面，那冬天你想没应该不会有什么人来，而且在乡下不会有人，但神就安排了一位在路有一位老先生，我不清楚，他说哎你在干嘛，他说我们在玩。那其实那一次我真的可能会没有命，但是那位先生那个北北之后怎么他就一起在那边跟我洗澡。但我养父大概觉得没有机会下手了，因为已经有人看到了。对，所以也因为这样子的话，其实后来我的养父因为我也调皮嘛，所以他也知道这个他也怕出事，所以后来就我们其实我在那边有几年的时间他收养我。这里是圣道荣之家，那我以前是在住在天母东路那个地方，是比较宽敞的一个庭院。那现在是因为政府有这个需要，所以要求孩子们能够像家的样子，所以现在我们都安排小家小家，一个家庭大概6个孩子一位老师，所以他们有客厅有卧室还有小厨房，还有一个他们一个生活活动的空间。来到幼儿园与孩子们玩在一块儿，赵约瑟也感染了孩子那种天真单纯的喜悦。曾经在孩提时代的他逆来顺受地被送进育幼院生活直到成年，但失去家庭的痛却在成长过程中一直啃噬着他的心。在我的印象中哈，别的小孩在玩玩他却弄他啦，或者是打他一下啦，这小孩就哭了不让他玩了，哎，他在旁边拍手就很高兴。有时候逗狗啊逗小孩啊，他也是一种心理的发泄嘛。他有一点好像，他好像觉得我这样子做呢，你就会注意我这样子。很皮，所以老师们都觉得很头痛的孩子。那所以老师们说他有周期性的病这样，所以很会发作这样。那我后来我发现不是，因为他很需要爱，他很想我跟他谈，有这样子谈话的机会。但是他好一点我就找别人，因为我们很多孩子嘛所以呢他就要弄点事情让我谈这样找他，所以后来我发现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说我就不要让他发作的时候跟他谈，常常跟他谈，所以比较多跟他。所以赵哥在目睹爸爸的暴毙过世，然后妈妈被抓去关，然后养父后来又可能这个不当的对待，加上弃养，后来你被送进育幼院，对不对？是。那当下的心情会让你觉得你是一个不被这个世界珍惜，或者是说让你觉得你是一个很孤单被遗弃的孩子吗？其实我是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我的母亲在监狱，我的养父收养我，他又把我放到幼儿园里面来，所以我就觉得大概我的命大概就这样了，是逆来顺受了，就这样了。 是。可是你在幼儿园的生活过得怎么样呢？住的环境其实很好啊，现在的抽水马桶啦、什么都蛮好的。那我们在那边的生活，其实比较没有什么不知道为什么而生活了，就是说每天很规律的啊，就是团体生活，100多个孩子啊，那就是早上敲钟6点起床刷牙洗脸，我们就去吃早餐啊，那就去上学，所以生活很规律。但是教导的方式，因为很多是军人出身的，所以呢有一点像军人的那样子的一个那样一个生活了。周一到周五都是很规律的生活，那到周末的时候呢？通常礼拜六跟礼拜天会有什么问题？就是会有人来看我们，会送可能送礼，送一些食物啦，或者送一些的物资等等。时间到了，我们就去到礼堂去，我们就唱歌表演，表演以后就走了，就欢迎欢送这样子。对对对，等到下一场又来了，等又一场，就好像好几场的来，那他们就来，我们就唱唱歌表演，好的，拍拍手就走了啊，可能送一些东西。对孩子来讲，就是我们唯一的那个玩的，好像没有了。那又要在那个地方做一些表演的很正式化的行为，只是获得了一些物资这样子。是是是。会不会想妈妈？想妈妈的机会不多，因为总怪妈妈把父亲害死，让我们的家庭让我的家庭破碎了，把我送到幼儿园来。幼儿园的老师啊，还有这管理的生活上，我总觉得还是不是像自己的家。当然不像一个家的样子。是，好像比较有家的样子是养父那里。那养父有比如说把你接回家或者来看你吗？其实我养父送我到幼儿园以后就再也没有联系了。就再也没有来过了。对，所以对我来讲过年过节对我来讲是没什么感觉，因为以前我们还可以回去有一段时间回去跟自己的亲人相聚几天，所以我自己从来不会到大门口去等待我的亲人。当然幼儿园很多孩子都会，我们幼儿园的孩子都会到门口去爸爸妈妈会来接，那其实我就知道不会有人来接我，所以我就自己去玩，心里也是蛮难过的啦，就是我知道不会有人来看我。妈妈出狱以后呢，她有想办法接你出来吗？有，妈妈出狱以后当然她后来就再嫁了，再嫁了以后他们有来看我，是希望我能够跟他们一起回去住。我觉得回去我又感觉上不是那么亲，因为第一个我们已经不再相处，第二你在家这个我也跟你不那么熟悉，所以我觉得我就选择不愿意回去了。那当然院里面还是愿意继续的照顾我，所以我就在幼儿园里面。您可待在幼儿园里面？是。这样的一个环境，虽然说好像精神上的安慰啊、鼓励啊、这种呵护啊比较少一点，但是你刚刚也讲到是物资不是很缺乏，而且在里面还是有很多可能在周末的时候有一些比较有爱心的人，或是老师里面是不是曾经有一个人对你的影响是比较大的，让你真正感觉到说他是一个可以模仿的对象，因为你从小缺乏那个父母亲的形象嘛。是，其实我在幼儿园里面，因为我们的创办人叫季志文牧师，他是个孤儿。那小时候院长他们也在讲说季志文的事迹给我们听，他也曾经来台湾，他世界各地去牧会，建立孤儿院、神学院还有教会。所以我听他的见证以后，我自己就有一个心愿，就是说我也期待将来长大以后我也能够像他一样来回馈来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所以我从他的身上就看见有一个学习的榜样。当然后来有一个院长也在鼓励我，所以我也很感谢上帝给我安排的这个地方让我能够认识神。所以你本来想念的是体育对不对？是，其实我在学校的运动是蛮不错的，虽然我一个各方面的体能什么都很强。那老师就说你读体专去，那我心里想说体专就当老师而已，当老师待遇没多少，但是我能够像季牧师这样到处各
各地方去跑，能够为这个幼儿园的孩子们有那个募款呢、啊，那这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可能这条路是最好，所以有立下这个心愿。所以你渴慕那样的心肠，是，然后你就因着这样去念了神学院了。是，我说你让他停工，我服侍就停了，因为再一次印证什么，我都乱讲的，那你就让我死了，不是我不干，你死掉了吗？死掉就不干了，那不就这样回事吗？这件事情钱还没来，但是呢，已经月亮对我笑，然后说上帝说傻孩子，你不用烦恼，我已经为你预备了。东湖感恩堂矗立在社区中，就像是一座精神标的，但在筹建过程中却是困难重重。对当时担任神职的赵约瑟与李儿春夫妇而言，可说是备受打击，但对上帝的信心却像是火炬一样，在不见希望的时候指引他们前行。因为那时候我们的人数非常少，教会差不多三四十个人聚会，然后财力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大家都觉得说不可能啊，那时候原物料都上涨，那就是超过我们的预算非常多，每次开会的时候，每次那个预算就是一次比一次的预算还高，所以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钱在哪里。对，所以其实我们非常的担心，但是牧师就是跟我们讲，他有信心，他有信心神会供应这一些福音感恩堂呢。虽然是蛮富裕的教会，要这样拿一笔钱出来是不容易的，我说你要考虑，要祷告他啊，是还要这个地啊，每个月有3万块钱租金啊，那个看起来蛮大，我们人数也不很多，我是有听过牧师要劝他，透过天母感恩堂有一个开一个会议，然后就把文心建设的一个董事长，就我们牧者刚好被安排坐在他旁边，然后就因为这样牧师认识了他。那因为我们一直在祷告，所以我们就认为那是神的带领，所以牧师就因为这样，他就信靠神，就单独去找那个文心建设的董事长，然后就跟他谈了5次，亲自叩门他5次。很奇妙，应该是说上帝就感动了那一个董事长，就愿意啊接受我们牧师的给他的挑战，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开始动土。就是受到了一位牧者的影响，所以呢，赵约瑟他也决定要走向神职的道路。而就在念神学院的时候，碰上了他的另外一半李儿春女士。你好，师母，欢迎您加入我们。好，我们来谈谈你们两个的工作，因为本来你们是在天母地区服务的，是，对不对？可是后来来到了东湖这里，是，然后也就是后来成就了我们所看到的，哇，那一栋大楼很棒的一个社区的很大的祝福。是，但是先来谈一下的是。赵哥，你刚开始还蛮不情愿来到东湖的，对不对？是是是，我们的母堂希望我来这里执堂，因为我们那是响应2000年的运动，福音运动。那我来到这个教，来到东湖的时候，啊，东湖这个地区我不知道，因为我们在天母算是生活环境比较好。那我就到了东湖以后，我们来看，先来看场地，耶，这个地方怎么搞的？那么荒凉啊！那时候人车辆什么都不方便。我说。就是叫我来这里，那你知道我们在教会也算教会成长，也知道要拓荒教会是很辛苦的。那时候我在那边觉得还不错，我为什么来这里受苦？所以我根本就不愿意来这里。所以你再回到了东湖的这个教会，然后你就应该要去开始去发现为什么，对，我为什么要来这里？那上帝，你让我来这做什么？因为这不是我情愿的嘛。是是是。其实我当时来到这里的时候，上帝也恩典了，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慢慢有一些人数的增长以后，那也大概有30位左右，那感觉上经济各方也算是也能够自立了。那是我们天母母堂就希望说，哎，你要不要回来去帮忙在职堂。上帝差我到这里来，一开始就要我来，我不愿意来，但神又让我来这里，难道神没有什么心意吗？我就开始认真祷告，就主啊，
你猜我到这里来，那么你的心意是什么？教会能为这个社区做什么？所以我就开始寻求祷告。所以陆续那段时间，你们就正好都会碰到，就是一些老人家，情途他们对于这个生命是不存在有任何希望的一些讯息，是不是？是，比方说他们在那个庙那边，他们我认识这个老先生，我说你为什么不回家呢？他说我的孩子都去外面工作，我回到家里面就四面的墙壁，他说在家很冷漠，他说我的年纪大了，我的脚已经进棺材一半了。那么我在这里还可以看到这个社区，跟他们聊聊。那我说，他自己说，我在这里等死。所以这句话对我来讲，我听得就很老不舍了。那还有一次，我也特别碰到一位老妈妈，因为我在晨祷的时候，在灵修的时候，一个老妈妈在我们的教会门口公园旁边哭。其实她就是说，她的家庭也是家庭的问题。所以他说他想自杀，那我听起来我就说，哎，不可以啊，婆婆，你不可以自杀，你答应我，你不能自杀，啊，就带他进教会，啊，那感谢主，那因为这样的关系，我就有很深的感动的主啊。那么，你若是要我继续留在这里，要教会能为这些社区做什么，那么，请给我们一块土地。那其中有一位同工就跟我讲说。为什么上帝给你感动没有给我感动？哇，对我来讲是很大的挑战。哎，奇怪，我的同工挑战我吗？所以上帝给你感动没有给我感动？那感谢主，就在我们教会的旁边有块就有块空地了。那神给我诗篇16篇说，神为我持所的坐落在佳美之地。哇，我从来没有看圣经看到什么有这么就好像眼睛珠子跑出来。所以第二天晨祷的时候，我跟他说，上帝给我这句话，说神为我持守的坐在佳美之处。哇，所以他就没话讲了。那这块土地虽然有这块地，但是不是我们的地啊，不是我们的地啊，能不能成功也不知道。是，所以上帝那个时候给了你这句话，可是旁边的人可能都还是不是很清楚那个意象到底是什么，可能包括连师母都不是很清楚。那当他开口要一块地的时候，你们会替他担心吗？就是一直到盖全人关怀中心盖起来的过程是很不容易，因为很多的难处，那也看到真的是支持的人太少了，太有限了，不止自己的弟兄姐妹没有那么多人支持，然后包括母堂还很多认识的人大概都是投反对票。但是不只是要求一个任务啊，你要求的是一块地还有一大栋楼。哎，这听起来蛮难的耶。对，因为我们其实我没有那个条件可以购买，因为我们也没占地，也没有在那边使用，都没有嘛，所以这个法令上是你不允许去买的。你说我在那边已经使用的那可以买，我们第一个没有在那边使用，也没有去就是完全没有使用它，那就是要去申请。在申请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母堂的一位建筑师，他说，哎，我跟你讲啊，我们在某某某某地方啊搞了10年哈，都没有弄下来。这个听起来也紧张，十年没弄下来，那我这个怎么办？我说我不怕，上帝既然应许了，我就往前走。我们既然在半年之内土地取得了，我傻眼了，我说啊，要干嘛？哎，你不知道要干嘛，因为完全没有，因为我也想说不会那么快，但半年之内我们就什么取得土地了。我说那干嘛？不知道，而且也不知道要做什么，怎么用。啊，就这是对我来讲又是新的挑战。所以接下来要盖大楼这件事情，你们就开始去思考说要怎么样去关怀社区嘛。是，但是在要盖什么样的楼，然后里面要做些什么事情，似乎好像还要开什么公听会什么的。因为这块土地是住二，住二，而且是纯住宅，不可以做其他的用途。那我们也是感谢主，就经过一些就开了一条路，那么就办公听会。这回我就紧张说，糟糕了。办公厅会，那当时就很多人要去，因为他说老人，他们就有不少部分的反对说，老人就会让我们的房价低，价就会不值钱。那另外他说老人就常常会吵架，老人就会有一些身体的问题，就会有救护车来了，就对我们的社区来会有不方便。哇，你知道那我对我的挑战很大了。所以那一天的公厅会很特别，其实好，真有人放风说。他们要来闹场，不接就是要。那感谢主，那天主秘来了以后，就看到这么多人，他说：“哎呀，赵牧师啊，
我们要小心。其实他是很体谅我们，说他看到这么多人他很紧张，以为会怎么样，但感谢主，所有人一致都说，政府为什么不照顾，为什么不给他们快一点，给他们文件弄好，那政府也不出钱什么，就是变成责备的政府。所以变成主秘书说，哎呀，这很快我们的工龄就一致通过了。所以后来就说，那还是做老人文康活动中心，我们办一些活动，对，让他可以有点类似托老一样，但实际上我们不是收费的托老，就是说让他还是有些活动，也交交朋友啊什么的，生活精彩一点。是，我们当初很简单，就这样，就这样的想法。是。在为新建教会四处奔走下，虽是困难不断，也总是会在危机中看到转机。赵月瑟夫妇俩深深感受到上帝奇妙的带领，正当为一切都将雨过天晴而雀跃时，人生的风暴也悄然逼近。包括那时候牧师的头发也都掉了，然后就是很多的后遗症，其实看得出来他非常的虚弱，可是他有时候也是戴着口罩，然后就是到各个教会去募款这样子。其实我们很不舍，觉得牧师那时候他根本就是忘了他自己身上有病，但是他全心就是为了教会，为了全人关怀中心，为了这个社区。我记得那时候牧师他就是动完手术的时候，那时候他的麻醉都还没有退，所以其实他意识并不清楚，所以他从那个病房被推出来的时候，就是从手术房被推到病房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他意识不清楚，可是他自己就唱诗感谢耶稣，然后他唱完的时候他意识不清楚，他就告诉我们同工说，如果上帝要把牧师接走，那他求我们同工合一把教会盖好。然后他讲完了这些话之后，他就说他很累，他想要休息一下，所以那时候他是意识不清楚。所以呢，也是那个时候我决定要跟随到底。好，这一路上走过来是关关难过关关过，没错。刚刚提到一个问题，钱在哪里？是，对不对？这恐怕啊，接下来要筹好几年了。我们那时候一毛钱都没有，那你要跟他签约，你马上就要付，就开始准备要付钱了，怎么办？心里真的很紧张。但是很特别，感谢主有一个机会，我认识的一位营造厂的老板，其实我跟他完全不熟，他也不是基督徒，我就跟他开了两个条件。大概他们的员工说，赵牧师你跟我们老板什么关系？我说没有关系。他说你们怎么签了一个不平等条约？什么叫不平等条约？我就第一个条这个条件是说，我没有钱，但是我相信上帝会给我。但是呢，这个房子盖房子盖完的时候，要去，那时候我就知道要拿到使用执照才算是完成了。对，然后要如果是我没有钱盖了一半没有钱的时候，你们不能停工啊，要继续盖，直到拿到使用执照。第二个条件是，我盖好以后拿完使用执照还是没有钱，两年无息付清，老板说同意了，感谢主啊！就因为签了这两个不平等条约以后，那一年是整个物价是一直在涨的。一直在涨的，感谢主，就因为这样子，那个老板就持续的帮我们盖房子。所以感觉上好像啊，上帝一步一步都在为你们开路，对不对？在2007年动土开工，好像是一切都还蛮值得庆贺啊。但是这个时候家里却出事了，是吗？开工动土的赶礼拜的时候，我弟媳妇从南部上来，参加这个感恩聚会，他都没有告诉我什么事情。一直到中午在聚餐的时候，他才告诉我，就是爸爸病危，对，然后他就说要赶快下去，因为不知道能不能，就是礼拜六嘛，他就说不知道能不能过得了这一天。所以礼拜天我们回，礼拜六回南部，礼拜天我们就是上来，礼拜一就请牧师去看医生，因为他不舒服。那不舒服是什么？因为之前我就发觉有一段时间了，他的脖子就是变大，那变大我以为，因为他以前说他有扁条线，对，好的那个问题，所以会肿啊，我以为他感冒或是什么，或者说他胖了，他去看一般内科，就是医生跟他讲说，你
不是感冒，那个他建议牧师去看啊血液肿瘤科，所以后来他就牧师就住院了，就住院就是继续做检查，确定出是淋巴癌。所以这个结果出来对师母打击应该很大吧？检查化验出来说第三期，啊第三期就医生说再慢一点点就会有第四期了。就这种很 timing， 就是时间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土地取得了哈，然后现在又知道要盖什么了，然后可是也跟这个营造商签出去了，钱是你要去募的呢。是。然后这是你的梦想高楼快要起步的时候，哎，却好像宣判你的生命要走到最后，哎，这你怎么可以接受呢？我其实没有什么不高兴，也没有什么压力，我就是有时候常常。因为感谢主让我生病，我生病以后有好，原来我们社区好多人也有癌症的问题。以前我们去看病人说啊，上帝医治你，为你祷告，没感觉。现在我能够体会，所以我们讲说，哎，你手怎么样？我们都不要解释了，就是哦，有这个问题，喉咙怎么？哎，有这个问题，讲就是说可能每一个人不一样的那个后遗症，但是就是说我们跟他分享的是说，他能够体会说我们原来。同样的有这些化疗的一些的后遗症，有些经历，但是你要经历癌症开刀然后化疗这样的过程，其实很耗体力，哎，是哦，蛮伤的。那你的募款工作的推动会受到影响吧？还是出去外面去募？你还出去哦？一般来讲都放在家里面，都尽量不要出去，不要碰到人，哎。所以也因为这样子，社区人就看到，社区人就讲说，哎呀，他动了地基组了，所以才让我生病。是吧？所以那个不信的人家，所以我们就说，主啊，你一定要让我健康，不然怎么？我们不能成为你的见证嘛。对对对对对。可是考验还是很大啦。对师母来讲，你会不会觉得看到，比如说牧师的外形变化哦，他的体力状况不如以前，你会不会担心说，上帝啊，你什么时候？你要娶走我的先生吗？不好意思，好像没有。真的，因为一开始生病的时候，牧师也都很平安，因为。他也是神有给他话，就是这个病不至于死，哦，所以他很平安，我也很平安，是，对，但是我那天出院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这病不至于死，所以我完全不知道了，就是说，所以我也知道大概不会死吧。哦，真的，所以在弟兄姐妹也都很惊讶，所以他住院的那个礼拜的第一个礼就是住院的那个礼拜天，还是请假回来聚会，那弟兄姐妹听到也都很惊讶，很震撼，都哭了。那牧师还是很喜乐，告诉他们不要哭，不要哭。神告诉他，这个病不至于死，这样子。OK， 你们两个虽然心中好像有一个应许，说病不至于死嘛，哈。神给我的话。你在募款的过程里面，应该还是有碰到说，你这个信心的巨人，上帝应该也不是说把钱好来啪放在这里，每一期都可以按期的付出来。碰到那种真的有障碍的时候。你怎么去跟上帝面对面？其实有一次，因为这个物价在上涨，那营造厂他也受不了。啊，牧师，你再不给我钱，我就要什么停工。哇，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呀、啊，我就跑到大武公园，我常常到大武公园去，骑着摩托车。那我就跟上帝祷告，我说你让他停工，我服侍就停了，因为再一次印证什么？我乱讲的，那你就让我死了，不是我不干，你死掉了吗？死掉就不干了吗？那不就这样回事吗？祷告完我就回来，骑了摩托车，就我把摩托车一摆，哎，往东方一看，哎，月亮对我笑，因为那阵有一次有两个眼睛嘛，那一个月亮，妈说你看，月亮对我笑，我就说哎，赶快你们出来，我说赶快照相，不要每次我们分享都说哎。哎，上帝答应我是以后分享的。我说这件事情钱还没来，但是呢，已经月亮对我笑。比方说，上帝说：“傻孩子，你不用烦恼，我已经为你预备了。”那你说担不担心？还是担心呢、啊？明天500万呢？你没有了，那支票就跳了嘛？那跳了以后，老板是不是停工了？哇，这对我来讲，这很大的挑战。那感谢主了，我们只能说。第二天其实我很紧张，一直打电话给银行说有没有进账。那因为之前就在前一天就打电话认识的朋友，他就说哎，好像这个钱有一点问题，好像不太愿意借的样子，不愿意周转。那感谢主，真的三点半我们钱寄来了，感谢。后来就房子就一直盖下去了，就再也没有钱的问题了。
因为夏天太热，我就打他的手说，这么热不要牵我的手。我相信对他讲一定是很大的伤，虽然他没有输，但从此以后我就看这个孩子根本就不会来牵我的手，也跟我也不会亲，因为他觉得好像父亲拒绝他。我后来总觉得对他来讲是一个亏欠。在这个空间充满着社区居民的热情与活力，这个从小缺乏爱与关怀的赵约瑟反过来要去做付出与关心社区的角色，面对自己亲生的孩子也是一样，如何用行动将爱表现出来是赵约瑟首要学习的功课。就是说他在带领一群孩子跟在面对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他为了要管教圣道堂的一些带领那些孩子，所以他变成就是说他对他的孩子也必须要很严苛，不然的话他们会觉得说你对我们这样，可是对我对你的孩子是这样。所以牧者在他孩子幼年的时候，其实他的孩子其实就是比较不能够感受到父亲给他的爱，他觉得爸爸太严厉了，所以其实那一段时间对孩子是很不公平。还常常听说以前孩子在打篮球，比如说在外面篮球场在打篮球，然后爸爸就一直打电话，不时的打电话，那有时候当他要灌篮的时候电话就又响了，他就觉得很烦，索性他就把电话关掉，那就是他觉得爸爸我怎么人在外面，可是你不断的打电话不断的打电话让我觉得烦。可是那是因为牧师关心他，牧师想念他，就很想跟儿子讲讲话。两个孩子他很爱他们啊，常常在我口中讲我的泳池也怎么样，我泳衣怎么样怎么样，他会在我面前这样子夸奖他们的孩子。但是他管教起来好像他的孩子不觉得他爸爸爱他，实在他非常爱两个孩子。对，关怀中心是一层一层的盖上去了，但是癌症好像这个威胁却是一直在威胁着。你刚刚说到你有后遗症对不对？是，嗯，现在手是不太就是触感很差。嗯嗯嗯，所以像我只要摸头发我就觉得我头发好像很粗糙，那我要穿衣服扣子啊，也不容易扣。还有我的喉咙，所以我还常常喝水。另外我的脚板，这是末梢神经，他们说末梢神经已经受伤了。嗯嗯，大概听说不会好了啦。啊，那所以我的脚板到晚上的时候它就会看起来是没事，但是它会很痈很肿。所以最近来讲我在这个手跟脚喉咙是非常的不舒服。但走过了这个病痛其实也了解说可能有一个心意在后面，是让你的生命，我们刚刚一直在讲说产生一些质上的变化。以前的你可能是来自于一些比较冷漠的环境，但是你现在透过了这个疾病你却有很大的一个怜悯的那种心肠。所以哎，后来癌细胞没有了对不对？对，感谢主，照了正子又好的干干净净的，就真的没事，然后红管中心也盖好了。感谢主。哦，落成是在几年？2009年好像是2月7号。所以现在要准备开始更忙了。是啊，是，对不对？有更多的人然后还可以去服侍了。但是我们回过头来谈一谈家庭好了，因为两个孩子你从小就这样看着他们投入，就是看着你们这样投入教会的工作，他们会不会有一些怨言？因为爸爸以前是比较硬的，嗯，是非常努力在往神的工作冲的，但是对他们好像似乎说爱或是表达爱的那个能力是不够强的。其实他是很爱孩子，对，也很对我很好，爱家，因为他一直期待有一个家。但是可能是他成长的背景，还有在育幼院受的这样的一个教育学习，所以都很严厉的，所以孩子对他就是有时候很爸爸有时候很好，有时候爸爸怎么忽然间又有不开心了这样。所以这个是之前孩子小的时候，所以孩子对爸爸会是有畏惧感。你跟孩子以前的关系可以形容一下吗？其实小时候我们要出来他去上学，那他牵我的手，他牵我的手，因为夏天太热，我就打他的手说这么热不要牵我的手。我相信对他来讲一定是很大的伤，虽然他没有说，但从此以后我就看这孩子
根本就不会来牵我手，也跟我也不会亲，因为他觉得好像父亲拒绝他。我后来总觉得对他来讲是一个亏欠。可是我想师母看在眼里，这一切的走过来，你曾经在中间看到这些，因为毕竟你是来自于比较有爱的家庭，你会不会觉得很难过？你该怎么样去努力帮助这个先生？可是有时候好像不是你帮助得来的。孩子会觉得我是跟爸爸一样，我们两个是一起的，爸爸会这样，是我应该也跟爸爸一样的心情。但我就是找机会，就是让他们感受到妈妈不会，妈妈没有这样的一个心，但是也不容易，我也不能说啊，妈妈好温柔，爸爸不温柔，也不能，所以我很不容易，我觉得我很不容易，对啊，把我自己的角色扮演得好，对，那就是只有祷告。所以后来牧师，你慢慢就开始也体会了，然后你也想要去修补嘛，对不对？是，你怎么做可以让他们开始去觉得，哎，爸爸不一样？其实我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做，我们感谢主，我们的同工们都愿意的起来服侍。那我们有做一个弱势团体的孩子，这些孩子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一定会去抱，只抱男生，就抱男生，男的我说牧师抱抱，女生说哎，让我们拍一下手，我就让他感受到说，我们有那种互动的关系，然后有那种爱的关系。那你可以抱儿子的吗？啊，感谢主啊！我儿子，因为我儿子在上海。在上海的时候，他有一阵子他失业了。然后来我就去看他，看他以后，我的孩子我就回来了。我儿子说：“爸爸，你要不要抱我？”哦，他问你哦。我第一次听到他说我要抱，其实我心里面我就很想要，很好像要流眼泪了。我就忍下来，但我就感觉到我抱我儿子那种关系恢复了。我感谢主来，我都在学习，我真的我学习不是一个，我一直承认我不是一个好父亲，但是感谢主，神也慢慢调整我，那我自己被改变，我的儿女、我的女儿、我的儿子，他们也感受到他的父亲有在改变。哦，好棒哦！上帝预备了好多小孩让你先练习，抱了一圈以后回去跟儿子做很棒的修复。是，但是我还想问一个比较难的。就是妈妈吗？其实我没有去想这个问题，因为我几乎不太去想它，我不太喜欢，我就说我不太喜欢去碰触那一刻，我总觉得那是一个地雷。后来我的母亲真的是病危，我去看她，那刚好在台中开会看她，我说我妈妈没有养过，没有养我，但是在这样一个情况里面，我们见面，我为她主持安息礼拜。其实我心里面很复杂，其实感情是很复杂的，但是我只能说感谢主给我过去了，也感谢神，我的妈妈她也成为神的儿女，虽然我没有办法再恢复我们，因为我没有办法恢复过去那样的亲子的，因为没有，几乎没有那个机会，但是我只能说我们不能做什么，我就为我妈妈祝福了。那也在最后的他要走的最后的这段路，是我帮他主持，不过请人主持，但是我来负这个责任，帮他最后做一个安息。不过我相信这一连串很悲惨的童年的回忆，你不想碰触的那一块东西，慢慢神开始修补也好，或是用其他的东西来替代，比如说他自己的父爱来替代很多的孩子啊，最后看到的是一个不断在变化的生命，然后真的是越来越能够服侍，原本你是要被服侍的，但是你越来越能够去给予。最后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做一些分享好不好？我想这是一个很不同的生命经历。师母可不可以先聊一下？我很感谢神一直与我们同在，也拣选我们，然后在全人关怀中心盖好了之后，未来新的路我们要一起奔跑，神就在新的2009年之后，就是带领我们进到一个新的境界，一个新的地步，也有一个新的意向。那神也给我们新的同工，也给我们新的建造教会的一个方式，所以一个方法，一个系统，我们就一起奔跑。那我就是一起跟牧师，我们还是继续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神还喜悦的那个有气息的年岁奉献给神，生命更多真的能够为主做见证。那牧师，是我曾经写一封信给一个长辈，我说感谢主，
当我最困难的时候，我跟神要一朵云遮阴，但是上帝给我现在一片的天。我过去的人生的上半场似乎是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只有沮丧，只有灰心丧志。但是我感谢主，神给我人生的下半场却是精彩的。那我不是说我有多么了不起，我是说感谢主，神用我这样一个卑微的人，似乎圣经上说把我从粪堆里面拉拔起来，与王子同住，借着这样一个卑微的器皿，能够彰显神的荣耀，那是无变为有的神。我相信我能得到这样的经历，在座的应该也能够得到这样的经历，在这困难当中能够靠着主耶稣能够走过去。在少哥的经历里面，他一定会问明天在哪里，因为有可能明天家就没了，明天爸爸就没了，明天妈妈就没了，明天可能他连自己的命都没有了，明天钱在哪里呢？真的很奇妙，在跟随上帝之后，赵哥的生命产生了一些质变，他的生命可以从无变有，可以从水变成酒，可以从骸骨变成活人，可以从石心变成肉心，这一切让他来到了不可能的地方，去完成了不可能的梦想。明天在哪里？只要依靠上帝，相信明天一定充满着希望。谢谢两位，谢谢，谢谢，谢谢。各位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悦。啊，我们看了赵月瑟、李尔春牧师师母他们的见证，心里真有感动。我相信在电视机前面有些朋友也是这样子，他希望为人家做些事，他坚持，可是到后面许多的事情都不顺，让自己软弱下来，最后放手了。但是我们这位赵月瑟，我们的赵牧师，真的是全心全意的仰望主，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在台湾台北的这个东湖社区里面，他为了关心老人家，关心这些个孩子们，他想成立一个社区型的一个关怀的中心。想是一件事，要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不顺，但是我们看他怎么做的。亲爱的朋友，我相信也许有个人的理想，或者希望为社会为国家做些什么事。是，我们看了这一集赵月瑟这位牧师，他的坚持，神的赐福，神给他加添的力量，后头事情就成了。来，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好吧。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自己的仆人赵月瑟、李尔春这一对夫妻，当他们自己在服侍的时候，他们看见了社会的需要，他们希望为老人家做些事情的时候，主，虽然在过程中遇到了很多的挫折，但是主啊，真的他们自己来仰望主，他们的教会同心的祷告，一起祈求，事情就成了。主，我们相信在电视机前面有些朋友，他或者他们的教会或者他们自己的社区希望做一些什么服务的时候，恳求主你给他们加添力量，唯有主你的爱才能够帮助让许多不可能的事情也成为可能。主啊，求你帮助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只是为自己，也为了社区，也为了别人，为了社会生活，为了国家。主，求你给他们力量，让他们坚持到底，把对的事情就坚持做到底，做到成功。谢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很多时候我们也是想做，可是有时候很难，但是我们看到了赵月瑟牧师他所做的就成功了，感谢主，真的要说感谢主。